强大的力量是为了保护同伴。要保护同伴，不能只是被动防守，必须积极进攻。攻夺胜利的要领是牢记战斗的意义，遵循正确的战法，拿出锐不可当的气势。结阵，整个坐下才能应对变数。势如破竹，鬼，又是鬼！怨灵奉行近日下发了通缉令。荒龙，你懂吗？我们正在抓捕他。如果现在鬼族又跑来做坏事，那不就是让所有的牺牲都失去了意义吗？继续给我杀！今天一定要抓住他！赶快放弃抵抗，荒龙一种。很久以前，我得到了一种珍贵的符纸，只要一撕碎，就会引爆无数的炸药。这个蠢货！你看着本大爷的眼睛再说一遍，给我砸啊！哈哈，到我表演了！鬼王流行，统统闪开，都给本大爷让道！再见吧，自以为是的家伙们！给我把嘴闭上！人类不只渴望超越和奇迹，他们对平凡普通的追求也远超我们想象。我们所身处的这座雪山，本质是生命奥秘的巢穴，一座庞大而又可怕的温床。人们总是畏惧寒冷，回避危险，却不知道冰层只是表象。骑士大姐姐，你也是来堆雪人的吗？大家共同努力堆一个大雪人，一定会很有趣的。你怎么了？从刚刚开始就有些心不在焉。我的一些炼金术笔记不见了，我们还不清楚犯人的身份，请你们保护好自己。雪山似乎变得比之前更危险了。糟了，是雪崩。阿贝多，你想干什么？